同时投掷两颗公正的骰子一次，是球有骰子出现五这个点数的几率，就是说我可以出现一个五或者是两个五。好，那我骰子丢下去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嘛，那我丢两颗骰子，所以我就会有两个数字。好，那我有可能是这里出现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是配上什么五一、五二、五三、五四、五五、五六。好，就是第一个是五，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。好，再来有第二种可能，就是这里出现五，好，所以就是一五、二五、三五、四五，有没有五五？有，但是刚已经有写过了，所以就不写了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六五，所以总共就会有这十一种情形。好，那这十一种情形，但是我们的样本空间呢，两颗公正的骰子，所以我的样本空间，好，一颗骰子是六，两颗骰子就是六的平方，所以就是36，所以我的几率呢就是36分之11。